冬季蔡冰是天气热时阵上界受到欢迎的凉水。新加坡的姜子江王富美平常时拢会家家己亲手做的这个粉粿、红糖粉粿等甜品，再到福德姜给大家吃，透心凉的好滋味，让真侪人暑气转消。伫大日头下，来一碗透心凉的粉粿刨冰，食落去的瞬间暑气全消。伫新港福德宫担任志工的王富美，是大家公认的天才点心总破师，会晓是门仔做鸡卵羹、做粉粿等甜品，手艺超级好。伊常常早着家己做的甜品，到福德宫甲大家分享。透心凉的好滋味，予人食袂腻。伊也伫庙口传授制作粉粿秘诀。番茄兰就是我们这边台湾讲的叫做香兰啊，七叶兰 啊，那个泰国那边是讲番茄兰。我打汁了啦，我打汁沥过滤起汁，所以加在那个粉里面啊，那个水再煮黑糖，就过程还是一样，就像刚刚煮那个粉粿的时候这样拌搅。但是这个拌搅后一定要用蒸的。过来近年来食安问题真恐怖，王富美认为家己动手做上实在，食了也较安心。伊采用纯天然的食材，按款无同口味的粉粿，用什么粉搭配什么原料，才当制作出 Q 弹弹的粉粿，都是伊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。粉，你知道粉怎么做？你要再跟它混合啦。这个也是经验吗？这个、哦？对，还是你自己有？就是没有啊，像这个婚柜也是朋友那边啊，朋友在做，我们就去看啊 ，DIY 回来又学回来啊，我们慢慢调。你觉得不适合我们的时候，我一下就可以马上接着再盖了。想要自己要做有颜色的东西，自己要找水果，我都用水果，像那个这个就是用桑葚。蜜那个桑葚的，很卫生，那个都健康嘛，对呀、啊，多吃也无妨啊，夏天的极品，真的很好吃，吃到心凉鼻都开啦。新港福德宫的志工一直学了王富美的手艺真好，料理出来的物件唔那美味呢，佮加了一味叫做满满的人情味。吃到心凉鼻都开，赞！中华新闻杨宏武新港采访报道。